给你点上新灯。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2012年9月15日莲生法王卢盛彦在西雅图传授骗进天不共大法，在法会开始前为新人弟子做扶正的宝贵开示。现在呢，我们仍然祝福这位新人，他们结婚以后相亲相爱，爱得有余，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，白子千岁。是莲生法王卢盛彦为新人扶正的内容，在当天同时为超过3500名的弟子做骗进天不共大法的灌顶，这是此生唯一一次传授和灌顶骗进天，大家都非常珍惜这500年才一次的法缘。在灌顶结束之后，许多同门在灵悟中心会场的外面也拍摄到了天空，出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骗进天云彩，天垂异象，再再印证真佛密法的不可思议。也有弟子灌顶回去之后，持诵骗进天的咒和念高王观世音真经，真实的看见骗进天，见证的内容可参考真佛报。那个病是不可能好的，是不可能在现代的科学来讲起来，到医学到现在为止，通通都不能好的。但是他看到那个韦斯努亚跟那个嘎鲁达把它剥皮，那个皮呀、一层一层把它剥掉，一层一层剥掉，那就是在特别在加持它，希望它有奇迹出现。在10月11日，台湾的大鹏堂陈佩涵堂主请求莲生法王赐授灌顶时，也发生了非常感应的事迹。像今天我要给那个陈佩，陈佩，他在不在？在那边，对不对？那个有一个人拿一张照片，拿一个那个信封，说他的亲人吧走掉，是哪一位？外婆。你外婆是吧？OK。师兄的外婆。那个拿一张那个信封，然后我再印在头上，我就看到韦斯努亚跟嘎鲁达。出现这样子，因为我看到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今天来跟你加持的不是我的本尊，而是韦斯努亚，他把你的那个亲人带走。超度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韦斯努亚会出现这个样子？然后我突然间才想到，原来他来是为了那个陈师姐。因为他有来，我在法会上讲，所以他来，所以才特别给他做这个灌顶。所以我说奇怪，今天，但是我一想啊，原来要给他做这个灌顶，所以他来。这个我的本尊怎么不见？突然之间是韦斯努亚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是韦斯努亚把你接走，把你那个外婆接走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做那个。做这个超度的时候，这一尊，是圣母玛利亚，对不对？这一尊是圣母玛利亚来接他走的，来帮他的。我一按，
到最后他们中委会的人打电话到香港，那个人是在香港啊，打电话去问香港啊，香港的地址是为一个朋友求的，哦，为一个朋友超度的，结果问香港那个朋友，香港你那个朋友是信什么，他说他是信天主教的，对，所以一按头，哎，是圣母玛利亚来把他接走了。结果他们中委会的人打电话到香港问这个人说他到底是信什么，结果是信天主教。你看就是这样子，我也不认识他这个地址，也不认识这个地址的他的朋友，但是一查出来果然是圣母玛利亚，这是中委会的，在中委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那韦师母要来接的话，是不是把接到平静天去了？平静天已经很好了啦，哦，平静天已经很好了啦，已经印度三大神最高境界的就是平静天啦，大自在天也不是在异界六天啦，对不对？大梵天也不色界第一天啦，这平静天是色界已经快最高天了啦。因为他先生是在印度出生的，啊，他外婆也是印度出生的，外婆也在印度出生的，是维斯努亚把他接走了。你看，这又是另外一个相应，对不对？在印度啊，哦，原来是在印度，他印度三大神呐，他最高的啦，所以这都是感应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很多那个证明，很多证验的，所以当生活中的弟子还不错了。不过也讲句老实话了，你们没有信心的，你们要走也走了。不会，你有信心的你就留下来，没有信心的你们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走的挺早的，真的是很灵验，很灵感的，真的，尤其是药师金母。坦白讲，药师金母真的从年轻的时候，他照顾我到现在，啊，他也舍不得骂我，因为我的本尊是药师金母，药师金母对我是最好的，经常跟在身边的，然后是阿弥陀佛、地藏，对不对？三本尊，不然就是大威德金刚。这样子应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你没有跟我讲说他是印度出生的，印度出生的，也不知道在印度五十年，所以他当然认识三大神了。对，他跟他很熟。对，维斯努亚、金那个那个西瓦，对不对？西瓦，甘尼西，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命啊。所以我也无所谓这个样子，其实，啊，弟子啊跑很多走啦，啊，乐得也轻松一点，也应该我也应该要休息，不过是对大家不好这个样子，对大家有信心的啊，还是应该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能让他们走，是这样比较好一点，不然再从中捣蛋啊怎么样不太好。他们都走，甚至要专心教我们就好。留下来就是像莲花生大师啊，他虽然这个进入西藏五十年，其实他所度的也不过是好像二十几个人成就，二十五个成就。那女性方面来讲，是五大活母，还有两位这个大活母，就是那个伊西戳嘎跟曼达拉瓦是两大活母。其中还有三位是五大活母，另外其中还有25个，啊，是成就比较小的这个活母。那他跟他在一起成就的，一起成就的也有25位，这样其实成就也不是很多。以前古代在度众生啊，大部分来讲起来的100个、200个都是这样子，没有像世尊一下子这个。这几万的，几万的，这个，所以那个图腾达尔吉讲说，我度300个人都已经清档，就已经把这300个人通通不要，然后再你们要皈依的再重新皈依，这个样子。
那时候他被乱了，300个人的时候，有的骂他是骗财，有的骂他骗色，有的骂他什么，那个信上都写得很清楚，还有人要追杀他的。他说我渡300个人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何况你是渡百万的？你说那个一片大森林里面，哪里没有这个枯树跟枯枝啊？枯树枯枝一定有的，但是你枯树不给它铲除，它会影响旁边的树啊。它所以你必须要弃福存清啊。他是这样子讲，所以一定要弃福存清的。所以有这些人来帮忙弃福存清。哦，实在非常感谢他们，也很好的。带饼干去送礼，切蛋糕，白给他们奖状，颁一个奖状给他们，炒米粉给他们，炒米粉给他们吃啊，谢谢他们这个样子，带领一些信心不够的人走，那也是好事。所以佛陀。也是这个样子，佛陀度的僧众很多，大家都想领导那个僧团，所以提婆达多就出来，故意跟佛陀这个对抗，然后带走这个500罗汉，对，500罗汉就表示500个出家人，很多很多，很多很多的出家人都被他带走，这样，实在。人间就是这样的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谢谢师尊。各位观众，莲生法王卢盛彦将在2013年1月5日台湾雷藏寺主持不动明王护摩大法会，请您把握殊胜法缘参加。同时，在1月6日由真佛宗中观堂主办，在中正纪念堂广场，莲生法王卢盛彦将亲自主坛。尊胜佛母护国大法会现场并有大型尊胜佛塔及开放大家造塔绕佛。2天详细法会的内容，欢迎您洽询台湾雷藏寺0492312992。燃灯杂志是真佛宗最受欢迎的杂志，不但发行世界，广传真佛密法，并且记录着当代法王卢盛彦所有弘法的精华内容，值得珍藏。新的一年，燃灯杂志迈向新气象，欢迎您加入护持的行列。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节目这个阶段，我们来把镜头转到北美，在2012年的8月17日，莲生法王佛驾加拿大的 Edmonton， 之后在8月19日来到了 Calgary。卡加利的白云雷藏寺主持大日如来护摩，当天关于戒律问题有着非常精彩的开示。应广大观众的要求，我们现在就来播出这段莲生法王卢盛彦在白云雷藏寺的精彩内容。16世大法王阿玛哈，求灯达尔吉上师，敬坛城三宝，敬护摩女尊，大日如来，大毗卢遮那罗，师母和尚师、迦寿师、法师。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还有在别地方听法的这个网络的同门，另外今天我们的贵宾，另外最重要的是白云雷藏寺啊，这个莲明上师，这个所有的主席李建士。这次就应邀到静音莲藏寺 Edmonton 跟这个 Calgary 白云莲藏寺
是中南这两个地方。那么金刚莲藏寺主要是十轮金刚的部门，啊，白云莲藏寺主要是大乐如来金胎两部。我先讲一下这个大乐如来。在密教里面啊，大乐如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尊，很重要。那首先呢，他是十三地的佛，有两本经典都是属于大乐如来跟毗卢遮那佛，一本就是《大日经》，一本就是《金刚顶经》。那这两本经呢，就分为一个是金刚界，一个是胎藏界。那它的缘由是龙树菩萨在南印度的铁塔用这个戒指打开铁塔，这个见到了金刚萨埵。金刚萨埵我们称为五佛的法王子是金刚萨埵，啊，就是属于第六金刚持，啊，尊者，他掌握了大日如来金胎两部，他交给龙树菩萨。龙树菩萨的传承一直到了这个三个人身上，一个就是金刚智，一个就是善无畏，一位就是不空。他们三个人到了中土，唐朝的时候开元时间到了中土，就传金刚戒跟胎藏戒。那么传到慧果老和尚，那时候日本的这个游学生啊，游学生的空海，到了慧果老和尚那里，那慧果老和尚把金胎两部交给了空海大师。空海回到日本以后，他就变成金胎两部的这个中土啊，密教就没有，就跑到日本去。以后呢，这个日本的空海大师就是所谓一灯坦照，我们就回到了中土跟中国，所以就有流传啊，这个《大日经》《金刚顶经》，那么《金刚界》《胎藏界》两部的大宝。这两部的大宝，为什么一个大日如来、毗卢遮那佛分成两部呢？一个是指因，一个是指果，还是因果？由因修行道果，由胎藏界就代表了因，那么金刚界就代表了果，一个是果，一个是因，其实两边的本尊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分别，一个是开始修行的因，一个是得到正果的果。胎藏界就是开始修行的因，金刚界就是修行正果的果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跟藏密之间呢，稍微有所不同，但是其实是一样的，因为毕竟也是从印度，金刚智、善无畏、不空
三位传道中，慧果传道这个空海接着慧果传道日本，日本回到台湾，回到中国，那就有我的师父啊，这个普光上师，他是一等回流。啊，他有这个大日如来金胎两部的修行方法。啊，这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金胎两部。金胎两部，其实这个也有九会曼陀罗，还有十八会，啊，到了成身会，成身会就是你得到了。从开始修行一直到了成身会，有所谓的九会跟十八会这样子的分别。那么我很高兴啊，到了 Evan 金云雷大师，也很高兴来到 Country。啊，十轮金刚的父母跟这个金胎两界的父母，希望都能够圆满众生的祈求跟愿望。因为这两个话都是非常道理，因为。可以讲，所谓这个阿阇耶，我们阿阇耶就是教授师，那么阿阇耶本身来讲，也就是上师。那么从第一个五方佛就是五位上师，到了金刚三宝是第六位上师，到了师尊呢是第七位上师，到了。那么所有的上师呢，就变成第八位上师，都是代表金刚上师。所以这是一个传承啊，这是一个传承的这个话，大家要记得。那么它的源头啊，来自于大日。这密教啊，有人讲啊，这个显教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，因为。显而易懂，所以称为显教。那么密教呢，是大日如来所说，啊，金刚界、胎场界，大日经、金刚顶经。那么大日如来所说，就成为密教，比较深奥难懂，所以称为密教。所以显密其实是一样的。大家修行啊，这个守戒律也都是一样。来到塔城呢，我就想起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他的这个四大金刚是门神。哎，现在一看，哎，四大金刚跑到里面了，这是慈伯天，这是多闻天。这是真常天，这是广目天，好，这四天王都在跑道里面了。外面的门神呢、啊，听说很不好整理，所以他跑到里面了。啊，这是我的印象。另外有一个印象啊，啊，当年呢、啊，我在尼泊尔喀玛列切，喀玛列切。喀玛列切寺，我坐船，这个活活认证就是要坐船，坐在这个船上啊，哎，不是那个 boat， 是 bed， 坐在船上啊，坐在船上。那坐在船上呢，就拿着一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表示啊，你要传佛的道。
这个林如如来 Grandmaster 圣严度，卡玛列切斯的住持，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叫做卡琛仁波切。卡琛仁波切，卡琛仁波切啊！当时我在讲说法的时候啊，我在这个卡玛列切斯坐船认证活佛，这个西雅图的名誉法师啊，我说是卡圣的波切啊坐镇的，他在我旁边。那么那个卡圣的波切是卡玛列切斯的住持。明医法师就讲，师尊啊，都要讲卡正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就是卡正啊。他说台湾话很不好听啊。他说卡正，卡正啊，就是卡正，台湾话叫卡正。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啊，对于卡正白银的展示。也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，还有几个人啊在聊天，聊到门啊，聊到这个门的问题，门啊，这个甲就讲，我家的门啊是木头做的，那叫做木门啊，木门啊。然后第二个乙就讲，我家的门啊是那个塑胶做的，啊，化学塑胶做的，那就是塑胶门，塑胶门。那个丙呢就讲，我家的门是铜做的，铜做的，那就是铜门，铜门。啊，那么丁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讨论妥了，我走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家的人是什么做的？”他走得很远，他回头刚做的，刚做的就变成钢。